激你唱歌，但系都要见下人啊嘛。你从来都冇激我，不过好开心今日见到。想问下你觉得佢唱得好唔好啊？状态好到不得了，系咪？其实佢系可以唔使去教佢嗰啲嘢嘅，其实佢应该教唱歌啊。呢两个识唱歌，佢应该系即系歌唱老师先。教乜嘢都好，不过即系同人分享自己中意嘅嘢，好幸福。多谢。不过佢家人都喺度，我哋交翻俾佢。